要战争存在，进攻和防守，他们之间的竞争就永无止境。他参与上百次军事演习，历经数次生死劫，在充满硝烟的试验场上获取科研数据。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铸造坚不可摧的盾牌。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国防工程研究院研究员任辉奇。什么武器最难防？反物质武器，一颗可以毁灭地球。作为一名军人，他有着怎样过硬的身体素质？50年，每天早晨坚持跑6公里。对，我算了一下呢，大概可以绕地球3圈。等会我可以挑战一下我们小沙同志。来，转转！发生了什么？从军48年，他矢志科研报国，初心不改。作为军人，不讲条件，打起背包就出发，点到名，打到，接受任务，打事。开讲了特别策划《我是中国军人》，本期演讲者任辉奇。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的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平年代，大部分年轻人可能都只能通过影视作品感受一下战场那种残酷，感受一下战争这个人类永恒主题它背后的宏大的这种分量。但是我突然发现，跟战场有关的描写从古到今好像都和烟有关系，什么烽烟四起呀、狼烟滚滚呐、硝烟弥漫呐，这些场景好像都是在战场的最前沿，冲锋杀敌的那些最前线的将士们才能感受得到。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开讲嘉宾，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是在后方，但是他却是和硝烟打交道最多的人。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这位开讲嘉宾，中国军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国防工程研究院研究员任辉奇先生，有请。任院士您好，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谢谢各位，请坐。穿着军装的院士，就如果您不穿军装出现在他们的这个校园里，就和他们的老师教授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您一穿上军装，意味着您在这个做学问搞研究的人当中又有了一层特殊的身份。所以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说您是在后方离硝烟最近的人？我们这个搞武器硝烟呢，一定是在最前面，仿佛条件啊不是足够的好，大家也顾不上，烟人还没有3斤之际啊就冲出去了，到现场啊赶快要回收数据。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研究的这个专业武器毁伤效应与工程防护？人类的这个战争发展史啊，只要战争存在，进攻和防守他们之间的竞争就永无止境。大家都非常熟悉，像这个八顿干戈，化干戈为玉帛。那么古时候的这个干呢，就是盾牌，它是防御性的兵器。哦。戈呢，就是进攻性矛，进攻性的兵器。所以干戈指的就是攻防之间的这种。那么我呢，就是研究盾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铸造坚不可摧的
这种盾牌，对于当前的高技术武器，像近距制导武器，那么呢，我们让它首先不能发现我们的盾牌，发现了也不能够直接命中，命中了不能引起一个严重的破坏，破坏了我们能够迅速的恢复。所以您只研究盾这块，您不研究矛这块？我只研究盾，但是呢，我们研究盾的在一方面，我要把矛拿来跟我们的盾结合起来，看我能不能抵挡得住，同时呢，反馈武器射击，他想办法要摧毁坚固的盾，我们想办法要防止他坚固的矛，这样呢，才能把这些技术抬升起来。任院士是一个生活在矛盾中的人，但我们也知道您除了做学问搞研究之外，您特别喜欢锻炼身体。搞科学研究的要有一个强劲的体魄。嗯，我是至少50年于业余，每天早晨跑6公里，然后器械。那么看着我虽然瘦，但是等会我可以挑战一下我们军营里头出生的小沙藤子。我是军营里出生的非典型代表。50年每天早晨坚持跑6公里。对，我算了一下呢，大概可以绕地球3圈，迟到这个范围里头呢，也就是40000多公里多一点，那么我跑了3圈了，120000公里，厉害厉害。刚才任院士说了想在现场挑战一下，做了一个这个动作，大家猜这是什么？摆手啊。哎，有人说拳击，拳击。您喜欢掰手腕？也跟工作相关。记得有一次啊，我执行一个难度比较大、工作量比较大的任务。嗯。配属的是一个山炮团，个头都在1.8米以上，非常强悍。后来听说我这个手腕力量可以，他们就想方设法要跟我这个比试。有一天吃完晚饭，我跟他们连长说：“我说连长，你们集合好，我在这里等着。”果然来了，这个一个一个的把他们给搬下去。您等会儿，一个一个的，他们挑起来20多个人，全部给搬下去了。后来台北好，很挺直。后来那个山炮团就解散了吧？接下来我给各位年轻人一个证实自己能力的机会，我们挑2个人，好不好？可以。好。这边呢，我看他们先举手嘛，这位腾讯。就这个吧，对，你把耳机先摘下来，先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金融学院的王晶，我是陕西人。黄金，王晶，水晶的晶。我是钻石。你好，你也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省晋城市的一名高中生，高三。高中生啊，现在营养都这么好了。好，您需要您。没关系，不用，不用，您就穿着军装哈。对对对对，好，那我脱了，我比他们还激动啊！我得做好准备。我终于知道那20个小伙子是怎么被扳倒的了。大鱼姬这里肌肉特别的丰满，就给你一种压力感，对，就是还没开始呢就已经结束了那种感觉。从现在起，我们不打扰你了。3、2、1。当他被扳倒的那一瞬间，他说了几个字？发生了什么？好，接下来高中生。哎，你看，他先握握手，先感受一下。山西的啊，知己知彼。哦，小子厉害！这我已经感觉到这个力度了，可以吗？你还好，我就好啊。3、2，走。2、3，好。从老师身上感受到那种军人那种永不服输的气质，然后即使我想搬起来，但是他依然会把我狠狠地按到地下。来，帮我拿着衣服。
三个了，要快是吧？就抢腕，得抢腕。你我刚才看见了，你这个手死死的摁着这儿没有用，你就差把腿也勾上了。来，任老师，不好意思了啊，好，我们三个年轻人，好，车轮战，没关系，真是啊，没关系，要不算了吧。我不动，好，您不动，你使劲就行了。好，敌不动，我不动。对，我不动。走，你使劲，再来。发生了什么？今天上来一个简单的互动，就让你们感觉到真不是吹牛的。您今年冒昧的问一下，您六十有五，我42，你应该18，我们加起来也差不多60。所以真的是这种人生的历练和内心的强大，当然更重要的还有持之以恒，才能造就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完美的男神一般的人。谢谢，谢谢两位。在您身上有很多让我们觉得非常传奇的地方。刚才我说您是离硝烟最近的人，在和平年代，在后方仍然有着这样一群人，他们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为这支钢铁长城打造最坚固的矛和盾。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任院士为我们开讲。同学们好，大家好。近40年来啊，我一直从事武器毁伤效应与工程防护的研究。对于工程防护这么一个问题，大家一定也不陌生。比如说八达岭长城和护城河都是经典的防护工程，就连我们天安门城楼城门上的那个门钉，大家看到黄黄的圆圆的，最早也是用于防御的。大家知道呢，工程先跟门，跟门呢先用火，工程方呢在跟建的箭头上啊绑上棉花，浇上油脂，甚至还有什么硫磺之类的东西，点着火以后啊就射向这个城门。箭射去以后啊，碰到这个非常光滑这种半球形的圆点以后啊，这个箭就飘到一边了。古人很聪明，到目前为止啊，我们人员利用这种结构的不对称，导致阻力不对称，也使来袭的这种钻地导弹偏航的这样一种偏航技术，我们在继续的应用，继续的发扬光大。防护工程呢，实际上经历了4个典型的阶段。最早我刚才讲的呢，就是冷兵器时代的这种城墙、城池；热兵器时代以后，坚船利炮等些都出现了。那么去现代的这个要塞和阵地工程的防护体系，像炮台、马奇诺防线都是一些典型的代表。核武器时代呢，我们生化盾，我们把我们的盾牌建到地下去。进入信息化时代，我们呢是信息化很强的这种综合的防护体系。我们这个研究所啊有个所训，那就是呢叫聚盾强国防，科研为打赢。我毕业到单位以后啊，就让我去西北执行一次任务。当时我从这个北京呢押运物资往西北去，当时时值盛夏，天气非常炎热，在这个靠近中午的这个时段里头啊，是没有人敢攀越这个天山的。但我们任务紧急的做了一些准备以后啊，我们车队就出发了。当时这个有经验的司机告诉我，我们要做好准备，一个呢这个汽车要开锅不断的加水，我们带好水；第二个呢要用棉被把这身体啊裹起来，剩下这个头和手啊露在外头。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冷了要盖被子，
这个热的人受不了的时候，照样也要盖被子。我们要翻越的这一段，是这个火焰山的边缘。火焰山正经闯下83.3度的地面高温，那真正的是把鸡蛋放在一沸就熟了。我感觉到呢，这个那热浪过来啊，就像在游泳池里头那个呛水啊，比那个呛水还难受，脸上火辣辣的，起了好多小泡。到了现场以后呢，又迅速的进行地下工程结构的构造。搞这个辐射材料的人呢，告诉我说这个地方的辐射强度啊还是有点高的，你们不能待的时间太长。但因为这个时间是卡死的，我们呢一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尽管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核辐射很强，但是没有人因为这件事情畏缩不前。几个月下来都是小伙子，包括我在内，当时都是我们连走到帐篷的力气都没有，中间要休息好几次。那天气也是非常的热，那个帐篷啊是一个半地下的，苍蝇特别多。就这样大家一躺下就呼呼的睡着了，那苍蝇满脸满身都是，照睡不误。这个任务呢非常顺利的完成，保证了试验的如期进行，试验呢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我回到单位以后不久啊，经常感觉到头晕。有一天呢，在下班的路上，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正好呢，我们那个组长及时的把我送到门诊部，又转送到医院。白细胞只有1700多，正常的呢应该在5000到9000这个范围吧。这个核辐射啊，还是蛮厉害的。但是我们这个搞武器效应呢，心里头啊只有国家，只有事业，只有呢我们非常宝贵的核数据。作为军人，不讲条件，打起背包就出发，点到名，答到，接受任务，打事。搞武器效应呢，一定是在最前面。你否则的话，你得到的那些数据是没什么用处的。因人还没有三更之计啊，就从这个隐蔽部里头穿着白大褂就冲出去了，到现场啊，赶快要回收数据。这些数据价值连城。2005年啊，当时呢就是按照真打实备、严谨科学的要求，进行了一次全军性的大规模的演练活动。有几十种新兵器、新装备，要针对地面目标的这个毁伤。我带领的这个团队呢，就是要准确的评估这些新弹药它的作战效能，以及这些地面工程它的抗毁能力。那么为了保证它的测试效果和尽可能缩短这个量测电缆的距离，我们就把这个量测间放到了这个打击区、落弹区里头，修了个掩蔽部。这样呢，我带着搞材料的几个同志啊，就每天待在这个里头，进行实时的数据采集。有一天啊，第一波次的这个高强度打击以后，我们发现呢，我们这个居高临下的一个镜头啊，不回圈信号了。那么我迅速带着这观察人员啊，冲向那个高速录像的那个相机，结果发现呢，在唯一暴露的一段连线上头啊，被弹片削断了。所以我们呢迅速的这个拨线截线，这一波次打完以后，到第二波次，增加时间30分钟，这是约定的。在这个期间，这个场地里都不能出现任何情况。我们一看，只有10分钟了，我们从那个高台上往下跳。我一下跳下去，结果呢有一个朝上的钉子在那模板上，把我这个前脚掌啊一下就砸透了。当时感觉到像触电一样，但我并没感觉到太疼，自己拔也拔不出来。后来他们两个人一人抓着模板的一头，跟我把这钉子啊拔出来。完了以后呢，我说赶快跑，就像姜昆讲相声了，后面有只老虎在追，这个比老虎更厉害。当我们进到掩体的时候呢，第一排炮火啊已经
覆盖过来的。在晚上的例会当中呢，他们对我们这种作风给予了肯定，但是呢也对这个危险的举动呢给予了批评。这次试验呢，我们顺利完成了这次演习任务，获取了大量的常规武器的数据，为我们这个常规武器数据库的建设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军人呢，有的在边防一线站岗放哨，有的在前沿战场随时准备打仗，有的呢在科研战场上，那么分工不同，使命一样，这种使命就是报效国家，是军人的神圣职责。人类的这个战争发展史啊，耕者利其器，防者坚其盾的这么一个发展历程。当前呢，高技术武器快速发展，战争形态剧烈演变，我们防护工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对于我们一些战略目标，甚至包括一些重要的经济目标，我们是要很强的防护的。那么在我们的防空体系里头呢，肯定要考虑远程的、中程的、近程的这种导弹拦截系统。但是有很多这个导弹，大家都知道它的投放能力、隐身能力很强，它总是有漏网之鱼的。到最后呢，这个轴球已经提到这个快进门了，那这个守门员就得扑上去了。我们这个项目就类似这么一个课题。这个项目呢，我带领团队群聚了20多年的心血。那么这个项目，也是验证的成功啊，让我们工程防护由这个过去的传统的结构防护向信息化综合防护迈进了一大步。岁月流转，由当年的十几岁的青少年已经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同志。有一天我从这个办公室夜晚回宿舍的时候路上看到秋风闪闪，枫叶纷飞，抬头仰望星空，人浮河汉，弯月如钩，使之伤宾催人老，熟之不宜逾越长。不管岁月如何变化，我将始终牢记使命。国家的强盛，人民生活的安定，这是一个天大的道理。这个道理要管住那些所谓的小道理。我们呢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希望没有战争，但我们并不惧怕战争。能战方能止战，让我们捍卫我们这56个民族、56朵花盛开的这么一个美丽家园，护卫这片蓝天白云下的绿水青山。谢谢大家。谢谢您，谢谢任院。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收看开讲。谢谢大家，请坐。最后大屏幕上那首诗是您写的，虽然您研究的是工科的这个科学内容，但是您的整个身上一直在荡漾着一种文人的情怀。果然到最后一首诗出来了，但这首诗您没给我们念一下，这个稍微有点遗憾。我是湖南长沙人，乡音难改，所以大家我讲的过程可能听不太懂，请大家原谅。现在我用湖南长沙的普通话给大家念一下。秋夜感怀，风腰梧桐罗爷房，人夫河汉玉钩梁，使之伤宾催人老，熟之不宜日月长。
谢谢大家。这个确实也让我们感觉到，所有的工作的背后，这些艰辛的付出，不像我们想象的军事科学家就是在图这个桌子上画画图纸、算算弹道，没有那么简单。一次又一次的数据是真的是冒着生命的风险才拿到手里，所以再一次用掌声向他们致敬。在您开讲的过程中，我们现场也进行了这个网络的图文直播，也有很多的网友给您提了问题。先进入我们的全民小纸条互动环节，来看看网友的提问。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但是也非常终极。什么武器最难防？目前对于我们来讲啊，比较难防的就是深钻的武器。这个钢筋混凝土起码上十米，轻轻的就圈过去了。它圈到一定的深度，爆炸以后，它产生的那个瀑布效应，要比放在地面上爆炸要强十几倍，甚至二十几倍。进攻和防守，只要战争存在，他们之间的竞争就永无止境。对于今后的这样一些武器呢，我举两个简单例子。一个反物质武器，从理论上看，一颗可以毁灭地球，那么这是一种。再就是这个基因武器，针对某一个人群，利用 DNA 技术，利用这个遗传技术研制出来的这样一些武器。有些东西虽然还处在一个概念当中，但从这里看，这是永无止境的。只要这种战争存在，这种威胁存在，我们防护工程人的任务就远远没有终结。后面呢，像我们一代一代的都要往下交的，在座的都是很好的接班人。好，接下来现场观众的提问。有一个观众，我觉得他是学哲学的，这个问题问的，他说您是从事工程防护研究的，但是总有人说这样一句话，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进攻本身是积极防御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国家呢，一直是奉行的防御的战略。我们作为一个防御性的国家，我们是不打第一枪的。这个民族啊，历来都是爱好和平的，先礼后兵。先礼后兵的。如果把我们的防护做得很强，那这样呢，就有可能把这个战争维持在这个摇篮里头。接下来六位青年代表，你们各自有什么问题想要和任院士交流？四维。在任院士演讲的结束，我惊喜地看到了任院士的自己写的一首诗，因为我也是写诗的，我现在工作就是这个到处去讲授诗词。任院士的这个故事，我心里边一直在想着一个词儿，叫做非攻。咱们中国古代有一个名人叫墨子，他的思想就是非攻。他有一个对手就是鲁班、鲁班呢专门这个研究工程技术，墨子呢专门研究防守技术，这两个人既是知音又是对手。我想请问任院士，您在科研工作中有没有这样的既是知音又是对手的鲁班呢？我想呢，从大的层面上看啊，我们搞防守的和搞进攻的，从单位这个层面有很多，个人这个层面呢也有，比如我们跟航天科技集团的朱光生的整事，我们经常呢也在一起切磋，可能会互相促进、互相提高、开拓思路。但你们之间的切磋那都是大动静啊，看看你们的最新的这个进攻系统能不能打得了我这个防御系统，那比华山论剑厉害啊。在您记得的这些切磋当中，您觉得是您胜出的多，还是他们这个进攻系统胜出的多？没有请这个第三方裁判，下次进行这个切磋的时候啊，要你不忙的话，把你请过去。我不去，我可能是现场第一个晕倒的那个。但是整体上看来，机缘这一块切磋，这个武功一定是水平相当的，旗鼓相当。打完以后，大家感觉到都有收获，但哪一方
要想一招致命也不太容易。我在这个诗词授课中啊，经常遇到家长问我一个问题，说现在这个理工科比文科重要多了，学诗词还有什么用啊？但是今天来这儿收获不小，我刚好遇到一个终极的理工科大神在这儿。严格讲呢，我就是一般的这个科学家，但我们回过头去看那些真正的大师，文科的水平、哲学的水平都是非常高的。举个例子说，爱因斯坦和波尔这两个人大家都知道是吧，波尔的这个理工科的水平啊是比爱因斯坦要高的，但最后谁的成就高呢？爱因斯坦是要胜去一筹的，原因爱因斯坦的哲学思维，说我们搞研究一定要重视文科，这些东西会给我们的科学研究它会带来很大的这个推动作用。那么我们古典的这个诗词啊，它的这个内涵啊是非常丰富，比如我们到山西那边去是实验，当时的这个秦直道就到了白登山啊，李白诗词里都说这个汉下白登道，浮窥秦海湾啊，那么这个至少呢在地理常识上头会给我有很重要的提示。另外有时候呢这个有感而发，把这个当时的心境记录下来，对我这个个人的励志啊也是一种很大的帮助。我想学理工科的不可偏废，一定要学好文科。谢谢谢谢。你好任院士。你好小大老师，我是来自济南铁路公安局青岛公安处特警支队的一名排爆手。哦，欢迎你。那你也是经常要直面危险的人。对，刚才听您在演讲中多次提到您经历过多种危险。就是我们在每一次出警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下一次我会经历什么样的危险。您面对危险您会有做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呢？这个可能跟你那个呢还不一样，你面对的这个爆炸物啊，有时候你搞不清楚它的这个隐性是什么样的性能的，放置在什么地方，这个爆炸物什么时间会爆炸，你是不清楚的。偶然性太大，这哎，偶然性大。我们科学研究呢，对我搞的这套系统啊，还是很熟悉的，所以我一定程度上是有把握的。我们排除一些爆炸物的时候啊，就是它那个隐性已经处在待发的状态，我们不直接接近它，我们有一个射流状药，远远的打过去就把它给销毁了。我们经历的这些事情呢，回过头来看，这个事先就有一个很好的思想准备，但事后我们呢也并没有害怕过，因为军人的这个职业跟你一样的，既然穿上了这一身绿军装，那就是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危险，随时准备报效国家。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执行过就真正的排爆的任务？前段时间，青岛上合峰会准备期间，在青岛某火车站工地啊，挖出了一个迫击炮弹。哦，就以前战争年代留下的遗留下来的迫击炮弹，那时候、就是、没有爆炸的，没有。那时候接警的时候还是蛮兴奋的，因为毕竟出一次真实现场挺不容易的。但是真的穿上排爆服走进现场那一刻，兴奋也没了，紧张也没了，真正心里想的就是我要去排除它，我要去立刻恢复这个现场的这个安全。然后真正走进现场，经过手工排除，发现这个隐性已经锈蚀了，在场没有这个爆炸的这个可能性了，然后我们就把它给转移销毁了。所以说就是时刻在准备着吧。这句话让我们非常感动，时刻在准备。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时刻准备，一个城市才有着平日分分秒秒的安全。真诚的祝愿我们年轻的排爆警察，不光是你，你的同事们、战友们，每天平平安安回家。谢谢您，老师。来，刘佳。两位老师好，我叫刘佳，我是一名洞穴探险者。
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探洞是什么，登山应该都知道。探洞和登山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登山是可以独立攀登的，但是探洞呢，必须是一个团队配合才能完成的工作。但是如果团队配合不好的话，可能也会导致生命安危。这个地方在哪？在重庆涪陵。重庆涪陵万丈坑是一个山体的一个树洞，它现在的深度是841米，排列中国树洞第二深。就是在探这个万丈坑的时候，在600多米的深度，有一个队友就是踩掉一块落石，把我砸成重伤。哇，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做这种在我们看来又危险，而且都在野外天天奔波的，应该是男孩子去做的事儿。做这个工作呢，确实女生是比较少的，但是我觉得我是那种特别喜欢团队这种默契配合的时候给我带来的很好的这种感觉，大家都是挂在一条绳子上的兄弟。你这句话好耳熟啊，但最后好像不是这么说的。我特别迷恋这种感觉。然后我想请问任老师的，就是当您在进行科研项目的时候，怎样才能让您的团队进行高效安全的配合工作呢？很欣赏你的这种探险精神。我们社会的进步啊，就是有一批人在那里不断的探险，不断的追求着探索。现在的这个科学啊，单打独斗不可能成就大的成果，对，必须是一个团队的密切协同。团队里头呢，对执行每一项任务，就像你们一样，那是非常清晰的。就像我们看电影的打仗，大家对表是吧，表几点几分我们执行什么任务，几点几分就像这样的互相配合，要把这个危险降到最低。那么当然呢，作为这个团队的领头人要身先士卒。这里有一次完全封闭爆炸的时候，我就第一个啊到这个现场，同时呢携手带领两个身强力壮的战士啊，我说你们站在稍微离我远一点的地方，一旦发现我有异常情况，你们帮我扛出来。时间不久，我感觉到两条腿啊不听使唤，思维啊处于一个凝固状态，我就喊了一声我不行了，这两个战士就缠着我就这么跑。等我醒来的时候，我看着这胳膊上啊，那也是夏天，这个血管都是直的。但这个团队里头呢，哪个在前头，哪个在第二梯队，哪个在第三梯队，什么时间谁干什么，谁干什么，整个呢是一套程序的。谢谢。所以一个团队能不能配合得好，不完全在于大家相互的业务能力，而是在于每一个人对这个团队包括自己从事的事业是否真的有这样一颗报效的和奉献的这种心。所以也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您的团队的所有的任院士。好，小沙老师好。我是一名青年作家，然后我写的题材的话主要是和历史相关，尤其是战争史。这段时间比较沉迷于这个中国古代的火器，还有包括甲胄，也是一个弓和防这样的一个关系。今天我也带了一些模型过来。这是一个火器和一个军事是吧？对，是明代的万历年间的。这就是当时的什么横一大炮啊、对对，车载弗朗机。这个是明代的一位明代的这个将士，然后他手持的是这个三眼铳，也是个火器。嗯，对，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和我们现在的武器，它的不管是外形还是什么的，其实相差已经很大了。所以我特别想请教一下任院士，在今天我们现代的武器当中，还有没有再去借鉴我们祖先的智慧？来，我们到台上回答您的问题。就以这个炮来说吧，小伙子那里这是明代的一个模型了，明代就已经有这种大炮了，因为我们国家呢是火药的发明的国家。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个火炮啊，仍然是我们陆军的主战兵器，照样在借鉴前人的智慧。那么现在的这个炮弹兵法也很多，过去这个炮弹发射出去以后，一出这个声管，
它就再没有动力了。它一出那个炮筒就完全靠惯性了，就是一个抛物体了。嗯，现在呢，我们可能在这个弹的后头啊，再加上喷管，当它发射出去以后呢，到一定的程度启动第二级火箭，让它继续飞。这种火箭我们可能让它飞到500-600公里以外，还能够准确的命中目标。那么我想这样一些东西呢，都无不涵盖我们古人的智慧，只是呢这个东西在不断的进步。从古到今，也许技术不一样了，但其实很多智慧仍然还是连通的。谢谢谢谢谢谢两位老师。好，最后一位。我叫郭瑞杰，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在部队工作，我是一名英语老师，会有很多的外国的同事。比如说我们照了一张照片，我爸就会很紧张，立马打电话过来说他是谁，哪个国家的，哪个国家的，家里条件怎么样家里背景啊什么的，他要了解的。对，是哪个国家的，你有没有告诉他你的爸爸是做什么的，你有没有告诉他你的家庭情况。我就会觉得特别可爱，也很严肃。军人呢，就像你刚才讲你爸的，他会有比较强的这种安全意识感。他会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都会想一想这个有没有可能给国家造成危害。那么我想呢，这你爸的这个行为啊，并不可笑，它是一种职业的反应。中国军人给了我们很多的感受，比如说像我们从小就学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我想请问任院士是怎么理解军人两个字？尤其从军的时间越长，您的理解会不会越深刻？军人首先是要保证这个国家的安全，人民生活的安定。既然穿上的这一身绿军装，那就是随时准备应对各种风险，应对各种危险。报效国家是军人的神圣之战。谢谢任院士。我爸爸也是很喜欢写诗，然后刚才又看到您也有写诗的习惯，我想有一句诗我想问一下您，您有什么不一样的理解？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你说的是我的老乡谭嗣同的诗。当时光绪皇帝已经把信息传递给他了，他是完全可以走掉的，但是他没有走，他要用他的这个鲜血来唤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我自横刀向天笑，那这种是一种气魄，一种中国人的这种豪迈的情怀。去留肝胆两昆仑应该怎么来解释呢？就是说当时康有为他们外逃了，他来牺牲了，他认为无论是走的还是留下的，都是像昆仑山一样洁白无瑕。为什么这样理解呢？要有人牺牲唤起民众的觉悟，要有人留下来，革命尚未成功，星火要等待燎原。谢谢谢谢任院士。谢谢。本节目由格力家庭中央空调赞助播出。格力，让世界爱上中国造。中国这样一个和平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来之不易，各位，我们是最幸福的人，这背后有一个庞大的人群在为之付出。但最后我从您身上看到的仍然也是我自横刀向天笑的那种豪气，和您内心的那种磅礴的对国家对军人这个职业的情怀。所以最后还是用您的这首诗来作为我们这一期的结尾。我刚才偷偷的把您这首诗背下来了。 Very good。风摇梧桐落叶黄，云浮河汉玉钩梁，使之双鬓催人老，素质不移日月长。再次把这首诗献给您和您的团队的同事们，谢谢您，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下一期开讲再见。